换我。啊，我也好了。就又滑下去就对了。是吗？走走走，大梅花已经在前面了。我要举多高啊？这都是你，你要高高举可以。你们都很快哦，我以为你们很慢，我想要检查一下。好的，风雪好爽哦，耶、
不然呢、欸？我到底有没有按照？我在怀疑有没有关系啊？对啊，那我把它收起来。你说我要收背包吗？算了，等会再收，我先拿在手上。戴姆好，我们听到，你去追他。微风吹着那些雪。
这一层粉雪挡住了，是吗？今天骑得很好哎、欸，比昨天好很多吧？好多哦、下午就不行了，因为今天有出太阳。看这一层粉雪可以帮我们撑多久？像现在好像还好，没有很融化。昨天下午就融化了，还是蛮冷的、啊。对啊，我要弄一下我的脖子这边，然后我下午就要穿中层的。我已经都一直都是穿四层。我要把全身的，我觉得我有差哎、欸，我今天觉得胸口冷冷的。有，你这还只穿两件啊？对啊，我只穿了、哦、我只穿了外套跟这里，而且你帽子哦，你就是自己我帽子有戴满，所以还好没什么事。然后害我当天就检查一下，我是不是拉链没拉起来，把这个粘好一点就好。我觉得松雪，我昨天觉得那个下来那一道长的很长，怎么一直走不完？然后今天怎么哎、欸、一下就到了？两个因素啊，速度也变快了。一个是你习惯了，另外一个就是没声音了，没有东西在下。我觉得好像就是雪也比较松啊，就是觉得哦，就一下就到了，还好。哎、欸，我真的没拉到链，只拉到这，我觉得胸口凉凉的。你不是爱粘起来，粘起来。不是啊，我只拉到一半。嗯、好啊，你就那凉凉的原因找到了。恭喜。那，上午没问题。背后超暖，背后有中层跟手套跟袜子。你袜子有湿吗？没湿，所以我没换，我带在身上。我决定以后都带在身上。哇，有松雪，好开心哦！居然有下雪。对啊，真是奇迹啊！天气这么好，居然会下雪，怎么会这样？那是昨天晚上的事啊。嗯，白天都是云。对啊，怎么会？那富阳也是这么松吗？松。富阳也比这个松啊，哦、更松，更厚啊。嗯。西边来的水汽都下在那，一直下，它不会停啊，所以我们那个车顶才会扫那么累啊。哦，但它是开的道太少。嗯，好啦，但是我也是有收获，我的基本动作变好了。你要抖一点来啊！啊，抖一点来检查啊！你自己说是缓的才好。抖一点的、哦，嗯，难讲。如果是那个松雪的抖，那也是骗人的、啊。连这一道都可以停下来，那我觉得是前面的。昨天我发现下的地方啊，还有那种三个大脚印。就是那种雪板的下去，然后踩地的那只脚就当当当当很重，然后它就停下来，然后又弄了一些雪在那边啪啪啪啪啪。那其他人根本不用踩地，他们好像是要站在板子上滑走。对啊，但是那个斜坡上就是有人踩啊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你要弄出来吗？他把它掀起来，有这种事吗？这不是强制的吗？不是啊，他掀开了，这可以掀的，很重哎、欸。你说前车把它掀开？他掀开了，他嫌太热。现在蛮温暖的啊。现在还是慢速。一开始都会慢速吧。哦，又停。这晃来晃去真的蛮恐怖。那是。是第一车摔，第二车再摔，两车弱鸡，不可能啊！移动那么短，那个椅子还是在那。没有，你如果倒在那个道前面，它摔在道前面的就要停一下。嗯、他这个山语言是不含韩文的。这是北海道，这是九州。九州很多韩国人啊，超多的，超多的。我们去的时候，附近坐的位置都是韩，每个都讲韩文。天哪、啊，很多。然后九州是标示牌的很多韩语。九州是韩国的后花园。对啊。OK。
因为他们可能飞机飞过来很近，对不对？还是他们坐船就可以了？飞澎湖的意思一样，有那种感觉。但是我还是不喜欢韩国人。你看韩剧吗？偶尔。是。日剧不看，看韩剧。日剧也是偶尔啊。哦、嗯。就是好像有人。你日剧有看什么？我想知道你会看的什么。前阵子有看一个那个《金鱼脑子期》哦，还是金鱼期？金鱼期啊，不是金鱼脑子期，人家没有记性不好。金鱼期啊，对啊，然后蹭蹭画面超多。你的闹钟要叫什么？超多的，闹钟要叫什么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我吃药吗？不是。你要抢什么？我要抢那个 Spy Family 的票、欸，十点钟。那你手套要不要弄？现在几点？你现在一只手抓是行的吗？行啊。你要现在抓，现在还是等一下再弄？嗯，下车再弄。当然下车，因为还没到，我都会提前设时间、哦。但是有困难，那应该很难抢，我在想。啊，前进了，前进了。快到了吗？快到了，快到了。赶快收起来，感觉很恐怖。看一下，10公分，昨天的痕迹也只能那样，没办法消掉。一根草，那里，雪面一根草，一根，看到一根，底下有100根，还很远。如果我说快到了，这样就到了，1分钟不到就到了，是高速呢。所以你下次要弄吗？等闹钟再次响的时候要弄。那时候你就在雪道上。那再次响什么时候？几分钟后？9分钟后。几分钟？9分钟后。那我们滑下去了吗？刚好就滑。应该是滑下去。那你又坐在这上面。所以我们等一下继续这个，对不对？嗯。往后嘛。拉长，往前推很远的那个。你不是说是？啊？大宽面的是哪一个？大宽面的是往前推很远的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那这个是陡陡雪面、嗯。其实这个也很宽啊，但是比较陡一点。小脚印，新的哦。嗯，对啊。是粉雪后的新脚印。我只到那里而已。真是个好问题，他、啊、就飞走了吗？他就回头走，他也知道适合自己的足迹。哦，你说的真有道理。不要被别人追踪，有可能。他半夜才出来这样。哦，脚很凉，脚很凉。上面好像风很大。我觉得下午天气会比较好。
还是下午再录？随便你。哇，这次更难推了。要直直冲啊！你要录也去下面那边开始来开始录。这一段就是在推半段。好，这段我没开。好，讲错啦！我讲错，我不是说这个，我不是说这个呢。就这里啊，不是，我要直下的，你要录这一段吗？不要，不要，那我走了。还是要，啊、等等等等，拿了都拿了。开始叫了，我听到呱呱声了。啊，我看到鸟了。
哪只鸟？是乌鸦吧？继续高速那个吗？好。对，到时候的松雪比较多，那一边的已经被刮得差不多了。对，继续高速的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一边按。怎么了？我一边按呢。卡住的了，果然。你说那个棒对不对？不是，是那个，我是说，我玩的网站是卡住的。是哦，现在很多人吧。对啊。啊，我动不了。我动不了。啊哈哈哈哈。可以可以。Thank you.
是说滑滑手机网页，因为它好像网页都卡住，呆天什么什么什么。雪跟风都变大了。对啊。哦，还好没找到。今天是今天在没有蓝天，可恶，超雾的。对啊。没有风大的话，吃个午饭出来又是粉的。雪大的话。
之前都点他两下，第一下没反应，你会点第二下？当然没反应啊，第二下。但是其实你点第一下，他都在抖，只是很慢。哇，整个视野变糟。好了。被你坐翻了。真的啦，昨天忘记关了。只剩这样子，一公分。就跟你讲了嘛，他只能也不能会出，不能会出，也不能干嘛。那我就还不如我自己 GoPro 的那个轨迹哈，自己分析也可以，我还可以把它放到不同的地方弄。觉得很难滑，最左边，然后下半部的话是最右边，他就这样，他没有滑到很松。
缓的还是陡的？它缓，陡的很费力。陡的还好。我很费力耶。你不要用费力的，你绝对停得下，而且那个那么宽。那你喜欢哪一个？刚刚缓的那个比较没有人刮过，然后现在不知道状况怎么样。陡的那个比较多人刮过。你要缓的还是陡的 ？Eric， 啊 ？How are you？ 你要你选好了，随便啦、啊，你要哪一个？都轮流，那就回去缓的，然后再来再陡的，就轮流，可以吗？缓的陡的，你很跑，缓急着跑，你陡的你跑很快、欸，因为就很深、啊，因为我昨天这边就是。把那个转着转的时候就转不过来，然后就倒，转了就倒。你说你就今天都可以啊？你就直的就走了吗？不是，它就可以这样顺的。然后我昨天一转，然后就是转这边的时候就倒了，就尾巴都是倒。啊，今天就很顺很顺，就嘟嘟嘟嘟嘟，很开心。跑很走，跑走很快。我们两个还在继续绕来绕去，对啊，就觉得松松的，要等它滑久一点、啊。费力，我没有费力，我有，因为我要转弯啊。我后来是把 GoPro 转下来录松雪。哦，对啊。你的有正常录吗？正常，很正常。那我的正常啊。今天就更少人来了，真的吗？对啊，因为今天这样晚上继续下的话，明天会很高兴。今天是礼拜天，但是我觉得礼拜六应该是最多的，礼拜六最多。那没有，我觉得是观光客，日本人真的很少，还是有。绿线路过的黑线好像是有开的，哪一条？哪一条？坐拱斗廊上去有两个下的地方，两个黑的，好像不确定。我路过我看到是栅栏。哦，你说都被围起来？啊，那就没开。那你是怎样看到有开？我以为啊，没有啊。早上天晴的时候我看，我看都是栅栏啊。啊，那就没事，因为我没有去注意路边。你要看一下手机吗？哦，有。看破鞋就好。有道理。哎，一样是，一样是履带。等等，我这个还是不行啊，我今天没酒了，买不到。那就是大家都买不到，看谁厉害。你不要一次按三下，你这样子弄三下，会不会他就把你断定，你就一直在搞他？不会。你说不会就不会了。对啊，你手套都给我。安心，我有抓着，我有抓着。
我忍耐一下一样啊。还是他会混杂，就是太多人，就像你这样 request 了三倍。
珠卡号哎，等我一下。糟糕了，算了，看看别人演好了。很丑。哦。不费力的，我如果直直往下冲，我是不费力的。
有那天上电视的，就是叫升旗什么东西的，升旗 wing， 就是那天电视上表演的那一个。表演什么？是3月20号跟21号是他的场次。然后我那时候我自己抽选的时候，我就是想要看他的，所以我抽30、32、21、22都抽。22是另外一个，然后刚刚我进去买的时候20、21都没了，所以我就直接买了22。刚买完，我刚才想到啊，人不一样，对，好吧，那就安慰自己说没关系，我听听看别人唱怎么样，因为他们就是两组演员，但他们都叫 W， 就是 Double 主演。现在蛋化抖的，然后就吃午饭了，对吧？我就吃午饭了。现在几点？啊？现在几点？10:20吧。10:40。40。你就要吃午饭了？还是还饱饱？10:40。还是就只尿尿不吃饭？哦。但是尿尿的话，好啊，就吃啊。吃啊，要做果断。吃。都可以了。就吃啊。十点的话，就吃的人不会很多。那等我吃完了，外面水果就差不多，其他人去吃饭，我们去花松松的。好。妈妈，我现在会下雪。对啊，很棒。还不错啊。但是预报没有这样讲。我想要再继续再坐车，我还想要偷看，你可以帮我拿张。你要偷看什么？你还要再买是吗？不会，买一场就好了。那你要偷看什么？我想看一下是不是他的场次都卖比较快。应该是卖光了吧。你说现在已经没了。就是假设还有空的，就是你买到的那些。哦，就是它比较红，就对了。对啊，红的抽就已经满了。这样。我是 M 牌 ，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， 13牌还可以呢。我不知道，总共有几牌？好像不太用到。而且那有前中后区，你买的是哪一区 ？S 区最贵的区。哦。但是其实最贵也才3300，以前我们看剧都看3000。啊？你刚不是10000多吗？15000啊。啊，15000算0.22，不大概3300吗？你要这样算，我算成台币啊，因为用15000想觉得好贵，但是用3300我就觉得。你要用其他的东西去比，15000你能买到什么东西？两张迪士尼门票。对啊。这样就觉得贵了。
表示你还买得到这种位置。便便三十分，对啊。其他你要的那个你就买不到这种位置。好，我再看一个。连买都没买。哎呀，你还是进不去呢。你要试试看你的页面的倒退吗？不敢。好，最好不要。你不就能买两张、啊？你不知道程式写好不好？理论上也不可能买到两张。Post 应该倒退，他就会叫你只能 reload， 接着就失败。哦，所以是刚运气好哎，刚好进得去。对啊。后面又进不去了。那我顺便看一下十倍九。你跟你讲哈，如果是他的话哈，看一下，我看呢、啊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前面有一个挂很远的了。十分九，好看呢、啊。我就不敢买太前面呢、啊。为啥？因为我怕会，我们会要去滑雪啊。你说的是日期啊？啊，其实23/4哎。哎、欸，23，然后27/28/29/4，奇怪了，27/28/29，好，我告诉你，我 IDS 抽的是23。哦，那还好，我这个。哎、欸，你有抽哦？有啊，我抽了四个还是五个，还有六个还没抽。到底抽到哪里？有没有抽富士山 ？T O S 大、哦、富士山那个时候，你是说有雪的富士山吗？对啊。但是你到底是说山中湖，对不对？那个五湖还是你要抽香根？还是很恐怖、啊，都可以啊。香根的话，好像很恐怖比较好。哎、欸，但香根也没有很难。香根是那个什么合奏林难抽，但是另外一个就好抽，可能吧。但是香根那个是吃意大利餐，哎、欸，我们是吃意大利，但是我们是吃法国餐。那个是也不错，但是它的位置就是烂了点。要走路。上次还是坐公车啊。那段路并没有真的走，但是我原来打算是可能要用走的。不难耶，好飘哦，好飘哦。对呀、啊，从中学的。好，去吃饭，让雪下。嗯。这又有人偷好了。而且我觉得现在就大家还在上去，然后吃完饭之后，然后大家想要去吃饭，然后我刚上去就不会那么多人。你说、嗯、这两个排队都比较长。这一条开放了吗？哇！被刮走了，我看有几条线。才3-4条，这是偷走的吗？如果不是偷走的话，等一下这里可以滑，我们就要滑这一条。一定是偷走的。不知道啊，搞不好他因为他没有鸭群。没有，这一道是非鸭群。哦，真的、哦。我看过。哇、哦，我感觉很恐怖哎、欸。对啊，哪里恐怖？不会啦。松雪啊，很松。我现在有松雪恐惧症，你不知道？因为我刚在旁边就跟着小丽滑那个左边那边就滑很爽。你过不过怎么开啊？没开，我刚刚说啊，就是刚刚没开，想说下车开，我现在开好了。嗯，所以等一下是滑哪一道？最右边那个。对，最右边，然后看这边到底有没有开。往上一看，现在都进不去。没有，它是封起来的。你看，就是我们那边封起来，最边边。现在也看不到啊。这左边是那个分隔网。封的，哎、欸，这又两道，是封起来的。对啊，中间有吗？不然早就被滑到乱七八糟。我进来了，我进来了，突然发现我进来了，刚还有。好吧，刚刚的也是偷滑的，算了，那不要滑。不，机票被没收，可不是开玩笑的。哎呦喂呀，哎呦喂呀，28号还有哎、欸。那你是要买两份是吗？嗯啊，但是28号剩下的都烂位置了。好好，还要再登录一次。总之就是这样。每次都要到了。啊，你是要再买吗？没有吧。是哈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不是这个男生都比较那个、欸？这个
个男生的是好像都卖比较快。哎，好吧。哎，现在到哪一边？最右边。倒钩这个，滑这个。想尿尿啊！抖得上滑是，接着就吃饭尿尿，吃饭尿尿。哎，这个。很后面，算关的哦，你不会冷哦。有得到脚、哦，只右边，还好啊，还好啊，还好。你要风火轮吗？对，我没有风火轮吗？一翘起来而已啊。翘起来。录到你坐下，所以他这样子摔下去。啊，好，走。哎呀，哎呀，要死！最右侧有一点。不是，我怕我不舒服。有痛吗？你是有脚痛吗？不是，是走路啦。哦。我调一下我的那个。调一下你的鼻子。Oh, yeah.
在门口拍。